是不是不知道去哪了？你不好像在玩别的游戏啊，没有错。噔，不同啊。可以先开始。怎样，小胖，有什么意见？小胖刚刚讲，没错，刚才玩吗？说，好，感谢 Henry 29个月，天哪，是 Henry 耶，哇靠！稀客，感谢小胖的100小起点。感谢小胖的一百小弟弟。看我干嘛？去送撸哥啊！看我干嘛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啦。直接乱造谣！昨天送过就不用再。对啊，他没送我这边，我叫他送你那边。昨天送过了吧？躺了。啊，你有没有充电啊？你今天兔耳皮？我哪一天不是兔耳皮？请问哪天看到我没有兔耳朵的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么快？F 骑上坐骑。有拿下兔耳的，嗯，侧门在旁边。要看我拿下兔耳吗？这里好黑。我一传进来就跟小胖打了个照面，然后下一他跟我讲的下一句话就是有话难哦，扁他。威龙，我来打你喽！哦，你好猛哦！哎呀，子弹还有哎，你这给我吧，帮你拿。再有一个子弹。嗯，我拿，在哪？在我手上啊，在我手上。你给我啊，我帮你拿。有枪的话，可能不能找到那只花男吧，把花男蹦了而已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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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道是我吗？那么远呢？那应该走这里了。哎，对对对，直走直走。说实话，我其实已经迷路了。走这 ，Hello， 这里。我看到侧门了。啊，你要走那哦？那好吧。哎呀，那阿罗刚刚跟我讲的是侧门了。
我想要大门到了。很近啊。我有去动漫展吗？没有，没人找。哎、欸，一模一样啊！对对，真的哎、欸。我操！你走，你走。啊，刚好弹簧头出了，在侧门。侧门弹簧头。我应该可以传走啦。应该是可以传我啦。觉得你这样很难出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钥匙，去查去找一下，不然就直接传你好了。啊，算了，被鬼遇到传你好了。能不能找到那只花男吧？把花男蹦了而已。花男在学你讲话，花男。你不是不知道去哪了？你不好像在玩别的游戏。哎、欸，花男出来真好卡哦，小胖没说谎。小胖要吵吗？小胖。啊，对对对。走啊，走去哪？外面有怪，外面有怪啊！我不怕。小妞安安，好久不见。有狗。我不确定是不是狗。我只看到一个点在左，在船的左出去之后左边。先关门。马上快到，啊，他们到侧门了。而这个距离，我不觉得他们两个人能出来，他们应该会有一个被卡在里面。对吧、啊？哎呦，出来了！没有东西，我开门。抓的，刚厨师还好，我那边只是怕花男没很危险嘞。哎、欸，花男真的好卡哦。花男可是找不到啊。有，我刚看到他了。偷偷摸摸。他很深。全员只减了四分之一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不知道请我扁几下，三下，三下，力量三百两下就死了，升一级就这么痛哦，好扯哦，三百两下就死了。但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 OP， 可以不升了。你吃什么招子哦？然后升一级看看而已，就升一级就只到三千，真的有点强。哇，就是那个加攻击力的，那个我只升了一级而已就只到三千，我还以为有人打过哎、欸，想想不对啊，怎么可能？
吃什么？等一下，吃苹果，我莲雾，莲雾好吃。肚子好饿哦，我今天吃几餐呢？几餐？哦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晚上只是过到不知道自己吃几餐。不是啊，我下午睡了一觉，睡醒之后记忆就重置了。下午也可以醒下来。辛苦了，可以吗？嗯，我都是哪颗线？哎呀，很错。我绝对不会去参加那种比赛，因为我烂。那你可以去参加 DVD 的比赛啊！你 DVD 那么强。干 DVD 我烂好不好？你 DVD 那么强。没啦，自在参加。对啊，强是不敢说，但是老手不敢说，但是呢，爱玩，要看队友，好不好？嗯，2024年了，还有人可以爱玩 DVD， 那也是不简单啦。只吃一餐，我今天真的只吃一餐欸。不行了。怎么可以？人在旁边了。拿到收银机了。恭喜你抽中！我这辈子第一次哇，98磅哎！不是因为我昨晚起太晚了，应该说今天起太晚了。谢谢，感谢。哦，好沉啊！嗯，怎么有麦块的声音？那是什么材质包？这个的。这个，哦 ，a penny， 我听一个怪物的声音，我听错吗？什么声音？我分不出来是什么声音，原来是那个东西出来的。嗯，不确定。What？ 哦 ，a penny。谢谢。大雷。没了。那是哪边？是左边的，左边上面走。左边小胖这边好像走过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是刚死东西踩到地雷啊！哇，我踩了！我踩地雷啊！左边有枪。假的。他出怪了。
换人，换人。嗯 ，Penny。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干你老师！我操！一下就死。哇塞！花男贵了。没有，他就两等而已啊。不是他两等啊，他打到暴击是不是？确定。我靠！你那个骰子真是，他追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傻了，所以他打两。我画面上看不到你们打了什么鬼。花男。然后昨天打两下才直接打一下死，他已经变成灰尘了。小胖进去有一棒，没有他一棒就把他打成灰尘。靠腰嘞，那个东西真的太 OP 了啦。真的。这个字真的好。我看是有蓝线的，应该是真的。那个东西真的有点偏太 OP。孩子安安，雪莉安安。你没有什么胃口不吃？我也是刚刚就只吃晚餐而已。我靠！我觉得如果看起来快死快死的，115磅。我昨天学到一招欸，这样子。狗狗，好像狗狗来了。
有点大声。去拿防火的东西吗？防火的东西吗？好，不用先。OK。一点了，没有很多。掉去了。这上面龙要来喽！走后方，走后方。有人在山上，他在山上。少一个，那路本，路本呢？在上面的，路本。反正是你说出发的。啊！被抛弃了，完了。啊！什么？你说走了，那我就拉了。你要确认一下哦。我相信你呀。哎。哦、oh. ，你跟我说走了，我就拉了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回进来？不是哦，我说出发，还是你要确认一下。不是、啊，你是船长啊。不是船长啊！我们要遵守，我们要遵守第一原则，听从船长的命令的。你看你，反骨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要告状，巨牛叔欺负我，巨牛怎么了？巨牛，你可欺负 ？Oh no！ 怎么了，巨牛？一棒子把花篮打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然后他就是太扯了吧！棒子把他打死了，他好像。这是我没想到的，这我真的没想到哎。没事，没关系。感谢珍惜的36个月，谢谢。嗯，二楼好烂。
没路了，没路。没了没了没了。那个房管有去过吗？这边我还没来过。对，那个防火门的那个。好。哦。加分。抢一枪塔，你剩楼上，楼上就看两枪没路了。你收银机耶？正好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正好在哪里？一个乌龟边。好像过不去欸，那个枪塔这样子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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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捞。捞什么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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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躲了。好哦。延迟几枪呢？这么多。那个门是没锁的哦。那个门是没锁的。你没有什么？这边有一间可以锁啊，只是要躲一下枪塔。这边开了，开了，来开了。哪间可以锁？这边。要人帮我看一下，要人帮我看一下。我看，好，我看。你要锁什么东西？这边。OK。边右转就可以锁。有音乐盒是不是？直接要闪那个枪塔，听不太清。哪里啊？这边右转，这边右转。啊，弹簧报告哎、欸。我有钥匙啊。我有钥匙啊，问题是。哎、欸，白痴！完了，完了，哈哈。听得到啊？这边有一间可以锁。完的，干你娘！后面还是胡老铁，你还没开始做枪塔。输了，四小金安安，小小子安。谁的画面好看呢？太麻烦。第三呀，噔噔噔噔。我看一下，两只哦，两只五毛钱。每次演都是白痴。要这么硬哦。完了，我前面还有一只，冰龙。我跟你讲，有两只狐狼犬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。有空房吗？没有。你还是就把他们，我这边在看。Hello。没办法哎、欸，枪塔又胡桃钱的，好哟。这次又来一只车具，好麻烦。完了，今天我一个，还好吗？我这边还有啊，我想去确认有没有房间。我找一下空房。
我们两个同时想打出王杰，然后直接把对方敲敲烂。哎、欸，重点是你让你帮敲一百滴。啊，我也没办法、欸。我这边没有。一种又让我一次看两个都不用去，你去看我后面的。我好像也就升两等而已啊，哎，好扯。那个东西真的太有逼、啊。什么鬼？旋风起点，我感觉已经快十点了。不行了。我靠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是被感觉要出事嘞、欸！他们两个现在一人一只塔王头，挑烂，你是船长啊？王头 ，Hello， 你还在吗？我有钥匙啊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一间可以把它锁起来的房。完了，完了。我被卡在墙角了。完了。哦，谢谢。完了。让我怎么听到有人死掉的声音？要毕业了。我们还有活着吧？我们这还有吗？没有、哦但是我想去确认有没有。他解的厉害。是论文讲的还是假的？论文讲的。完了。小胖，你还活着吗？没有，没活着哦。小胖来找他了。工坊吗？没有。小胖，有人死掉的声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种时候就是实况有一个笑脸。不小心呼吸。我在看他录吗？我问一下是谁说的？是论文讲的还是假的？论文讲的，论文死了是不是？那我先问你，你不要用论文声音。我今天没有。所以不要用论文声音问我问题。我这边在看确定。太卑鄙啦！这个唐风头。哇靠！你这个铲子不是？我要追我，你知道吗？到底是我他妈也未前升，我也没升满，我升两等而已，好夸张哦！没有两等就最高了，两等就最高了。没有，可以再升，可以再升，我还没 level max， 我看到上面还没有 level max。只剩我一个。你是想打死巨人啊？我在这样子吗？有他走不出去，他现在这样升不了啊。然后我们还有，问我问题好不好？对，是我他妈也未才升，我也没升满，我升两等而已，好夸张。他只能试着走出去啊，但他现在这样子，我觉得他走不出去。防火门卡在上面，是不是？投票，投票。他只能试着走出去啊，但他现在这样子，我觉得他走不出去。完了。要午夜了。听得到，听得到。来一只。三倍的快乐。哦，看到了那一次哦。我被卡在墙角后面了。啊，没错。小胖，你还活着吗？这么想换街道吗？啊？哦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可以来一个花的。有两处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最大的问题是有两处。假的，是不是？哎、啊、呀、啊，真的、欸，哇！哇哦！流露，这是哪里？好黑，是哪里啊？不是，看这一片黑呀、啊。我看今天好像太晚了，蛮黑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，他活了！竟然活下来了吗？果然是要相信奇迹的吗？冲出来！剩我一个人，我好怕，我好怕。哇，你活下来嘞！不夸了，真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太猛了，太猛了！我
怎么了？出了点意外。我只能说，我跟小胖那边出了点意外。我这边也出了一点意外啊。本来那边我们应该帮。干，我就应该先把那个雷排掉。我头真的不能这样，不能用路本的声音问我问题，真的。我真的觉得我之后。我不管我什么，但那一颗到底有没有用过？我看到雷，我先。这白痴位置超级。开了，他开了，今天他开了。没事，露诺说他很乖喵。耶比耶比耶比。乖吗？真的吗？神速帕鲁，我把刚刚那段捡起来了。捡啊，喵！谁说我喜欢在多人的时候换喵啊？造谣！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，喵。奈布，好久不见，奈布喵。现在伤害带可以到多少啊？你敲我看看啊，喵！我要敲我一棒。一棒敲死花人伤害到底多少？三下。喵，来你敲啊，150。比如说，那一般来说伤害一下是40。来，上面写说升一次就是变成敲两下，再升就是三下，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。我不知道他那个暴击，他是写升到哪样会暴击。靠，太黑了吧？怎么买那个？买什么？这个是比较烂的。飞车吗？喵。买这个。等一下，还要什么？再补点对讲机啊！铲子还够吗？还够啊，好蛋够。把腰带丢在这。让我下去，然后看上去就两个腿也硬。没按啊，是午夜啊。对，我刚没按。喵，刚刚那边我不能按的，应该说在你找到出口之前，那个按的会出问题、啊。不一定出得去、啊。那我本来就没有想出去，只是刚好梦到，我刚才在赌桌，是这个。我看到，我们都看着你、啊。
真的很感受的，我更是感受的非常的温暖的，就很浮夸。找一个对的门走路。想想路不会不见的。对啊。嗯。哎，这边呢？刚刚再找一圈。是啊，我很期待啊，是啊，路亲手拉拉杆，然后他上去之后发现路门是 easy OK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也确定他在船上，他在那边。但你不会确定他在船上就喊出发？对，我承认。我来邀个 Terry。烤肉串都好贵哟、哦！我烤肉串，好痛哦！我最后还想吃点肉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乔哥，痛！哦耶！哦吼！乖，你其他实况组这样子喊应该是很色的，为什么你喊起来就完全不色？那是因为我咱们之间没有那个。暧昧不清的关系，咱们是老熟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没在换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地上这个？这个装饰。哎，南瓜呢？南瓜怎么不见了？好好好，我看它下面多一根欸，这个是正常的吗？什么一根？它下面有凸起物。这不是吗？不是凸起物吗？那是那个面罩。这边起来好吗？对 ，You， 你好。等我。哎，怎么是我？好亏，我他妈在大地。好亏。二楼上来右转。我在大地。想和你看五月的阳，晚霞，六月日落，在一起。喂，爸。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。六月日落，在一起许七月的约定，八月吻喽。等下被录进去就好笑了。二楼两边都没东西，二楼超烂。姚蜜，今天好像也差不多烂哎。姚蜜，嗨。何老师。好了，不要去看。只愿到而来的浪漫，以及你
all about you。我回来这里了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我听到 A 一声。走这把。看能不能哪边？呜、哦！要什么？又要什么？有有有！就救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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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！吓死！哎、欸！哇！刚来就没得玩！哎呀！哇！哦，枪打在前面，我前面枪打。好的好的。还有他有。过来过来过来！有没有想放在里面？放哪？开门吗？开呀、啊、开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有谁？哎、欸、哇！好像有车机。他要什么？他要什么？我拿一件 K 锁。我可以拿吗？我帮你拿。好好好好好。在插地雷，要排雷而已，排雷。保险应该在我旁边。至少要钥匙。还有车去，干有车去。要下吗？你挡不能挡哦。哦，原来原来那个高度是不能挡的哦。我看到我老钱。我确定我老姐在我这，可是车拉开 VS 了。楼下这个，楼下群魔乱舞，楼下群魔乱舞。楼下群魔乱舞。完了，完了，他进去了，他进去了。怎么样？发？他等会开门吗？等会开门。我一堆。不可能。来来，电脑枪法，来电脑枪法。对，死去了。死进去了，对。刚才把车放在里面。我不知道丢完狗能不能触发、欸。还是枪场。对。要出口吗？有跑起来吗？要找一下。哎、欸。嘎。背后是可以关，但有点窄。有两个。啊！靠腰的。有两个，有两个。找我，抓起来也死了。完蛋的靠腰！不是可以打车距吗？盯着他，盯着他，下面有车距。好，我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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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他过来我这边的？因为我老姐在我这，真是。请问。有两座。看看看看看。我丢完我都不能触发哎、欸。我要冲啊！好，在转角是安全的。我跟小胖在打。看到看到。哎，五点四十一。好快乐哦。什么声音？我手电筒是没电的、啊。我听到一个传送的声音。
过小女孩操你妈的！我走了。哇！我在思考我要怎么上去，我不太确定上面的路线。屁股，屁股，先走，先走，屁股，屁股，我走，好。给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看到隔壁有史莱姆。哪里？看到了。哪里？哎呦，他走好快哦！哇！白痴！我知道你死了，但干这个前后夹我怎么搞啊？画面好精彩！哎呦！对啊。你后面的，你后面那只，我马上回头了，太气了，太气了！哎呦，走呀！我想你来了。OK， 那他们死光了。对啊，弹簧头。那我就在确定到下面那边群魔乱舞的时候，好像就该走了。我再去门口翻一下。好久不见。真的，弹簧头其实蛮恐怖的，一次来了好几次，真的很难搞。就主要是像，主要是下面那边，我们在那边被那个，那边是两台扫地机器人，一只胡桃钳，一只那个，一只胡桃钳，然后一只车锯，然后不止两只，两至少两只野兵，我看到至少两只。很好笑，对。看那边真的，那边真的超恐怖的。那个枪他、啊，那什么，说着，是那感觉是安全的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没看到那个枪头在那个地方啊。嗯，我是拿那个收音机太重跑不掉，想不到救出了代价是他们都死光了，好妖。不是不是，真的麻烦。要不是来第二只弹簧头，我们都还有机会。干，妈妈的！为什么这样子？夹击，弹簧头夹击，嗯。还是游戏。老师。干那边，我就算丢闪光弹都来不及，真是白痴游戏。那边我是已经砰不见了，然后你也来不及，你也砰也不见了。听到你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干，要从后要从了屁股方向再来一只。没错。我已经回头了。感谢追水。我回头表示我前面两只要来了，后面只能说死的位置跟时间点太少了。对，你要是再晚一点，我飞到九楼。对啊，就是他突然冲进来，没办法，没铲子，不行，我要走。你是不是啊？
阿胖，前面两个。哎，直走直走，小胖回头。看了不看了，我要进去玩了。我很想开观众场啊，可是装教练还找我，我走了。装 mod 的那些，我不是。我不知道订阅哪些东西才好玩，所以我都一直来蹭别人的，一直在蹭别人的玩、欸。你妈！车距，车距，车距，一楼车距。正门吗？对对对对对。OK OK。哇，英雄。OK， 安全了。我去侧门。迷路了，迷路了。好。出巨人了，在楼梯口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逃生门逃生门。这个应该是真的。他如何骗我？巨人在下面呢、哦。
怎么超坏？这样？像哎、欸，超恐怖的。他眼僵是追着我跑，看有够恐怖的啦。而且重点是我没铲子，快逃啊！不能说很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什么时候来可以演小女孩？嗯，那可能。你现在让我落荒而逃了，这小女孩。僵尸还好，僵有可以当怪物的模组。我知道啊，我为了是 D2 啊。有，我好像只有开房的人才行。然后就当野比，跟你们屁股后面野比，然后把东西拿过来野比，帮你们拿东西。我知道那个模组，但我不知道那个模组具体到底是具体怎么运作。好像你死了，变退死鬼吧？哎、欸，巨人不是视力好，但听不太好，听力不好吗？而且那个推那个，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，但那个好像要人够多才能，人太少。中控打一下 T2 T2 我找到电池房了，可是这里充满超级多。
哎，怎样？怎么了？嗯，我讲话是没声音吗？哎，他死了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用中控就不能讲话啦、啊？按哪嘞？我刚刚有啊，但是想跟他对话，但他死掉了。你先按啊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有声音，有声音。那现在这样子嘞？哦，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要按啊。好，谢谢。抱歉，我以为我的音打可以很快。我以为我的音打跟得上。是把车牌子盯着我。这胡老显什么意思啊？他那边三个枪塔，我以为。我扁他一拳之后，他一个龙一上下成一个枪塔，操！对。我扁他之后，他枪举起来了，一脸就像蹦我的样子，然后他选择往前走一步踹我。什么意思啊？神说要打的话，打一下就要赶快后退，怕他移动。不是、啊，我想说的是，我看他枪都端起来了，我才继续准备敲第二下的，他就往前走一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太过分了吧！他想要打，应该很会动。被预判咯，但我觉得我被背叛了，你看就这样。三个我是什么？
刺激咯，总会有零。哎，麦跳推车吗？什么推车？刚刚卖零块钱啊。哦，啊，推车没有钱啊。巨人是听得到声音还是听不到啊？听不到，听不到哈。好，没事。嗯，他只用看的。对啊，我记得狗是听声音嘛，巨人是看东西。嗯，我梳个头发。是张小，我在中间呢。有没有人要升级吗？我要升级。我怎么感觉都要塞到墙里面去？哎，对，有一部分掉到外面。你一直挤我啊！开挤，开挤乌龙茶。等一下，太冷了，六百。
总是夜视镜。这什么酷东西？按 A L T 可以用。哦。打嗝。昨天宵夜的可乐还没喝完。啊，昨天宵夜吃胖老爹，嘴巴还有东西就被敲死，根本遗言都讲不出来。本来就不用我啊，我们开啊，有，出门喽。那今天还想胖老妈吗？我没吃过胖老妈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过是胖老爹，爹是什么？胖老爹跟我以前吃的感觉不太一样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吃的感觉，但是我确实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哎、欸。哎呀，嗯，那边。哎呦。迷路了，哦，我大陆了，毕竟每一家味道不一样啊。哦，确实，那我不得不说，怎么了？我在外面哦，音乐盒哦，开转了吗？不理我。我在那边，小胖子要出去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这里。小胖，再见了。不再见了。弹出来了，我死了，拜拜。哈哈哈！回家好了。开转了哦，开转了哦，开转了哦。啊？怎么我去？拿个餐回来。好像就快成功
还有什么未来？还有什么对待？有，有，有。小胖，你死了吗？还有人在里面吗？小胖，你死了吗？我要传你咯。那应该剩我，那应该关起来了吧？我继续看一下。矿如果死掉了吗？谁？这是小胖。小胖，小胖，会不会死了 ？What？ 啊！他刚好没出去到，对不对？那动作太快了。进去吗？两点半。要走侧门？侧门。要宵夜吗？可啦。僵尸还会带着手电筒，太恶心了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现在不是僵尸还会闪吗？繁星老师，老，你才老师啦，什么老师？我在这边，老司机是啦，老师应该不是啦。怎么了？那怎么看起来是僵尸？那是什么 ？U 什么？我当中控的时候还没有遇过狗哎、欸，所以我应该是打。打商品，买个便宜的东西。哎呦，阿西怎么不是去玩呢？啊？
刚刚有人差点死在枪塔下呢。没事哦。哦。哎，好吧，你都提大，你都提炸的了，那就吃吧。哎呦，我的呢？小胖要吃啥？小胖吃宵夜。是不是被抓走了？嗯，不是吧？路博是。我按太慢了。哇，你是超快的！我卡住了。都可以啊，你点什么吃什么。卡住了，帮我传一下。好。选不到你。选不到哎、欸，下不去，点不到。干净头，干净头，干净头，干净头。哦，再点，再点。不是那个。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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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色吧，在切窗打字啊，小胖，在乱敲主播啊，小胖，什么？你又越来越快。你完了欸，你真找到那几只？走吧。好。哦，泰坦。Go。有人在吃吧，有人在吃宵夜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压我？点那种捡不起来的东西，然后你一直按的话，它就越来越快。哦，你昨天讲的那个哦。我是本身不会发光，走过来都是黑的。没有杏鲍菇了，高丽菜、大陆妹、金针菇、金针菇，问就是金针菇。你要吃金针菇吗？不要。哎，那你跟胡，你跟唐黄头去尬尬吧。啊。哎，我拿不动哎，拿这个。你跟唐黄头去尬。
我想说回头怎么看到一个人想对我的屁屁干什么？感谢。你的僵尸哎，交给我了。不是，我看是末影龙哎。点他。输了输了。这边有厨房，这边有厨房。没有，我们才这边弄完了。哦。我快赶，快赶打那个门了，我看那个现在开。我来打，我来打。那门是假的，那门是假的，那门是假的。哦，可恶！我是真的进来的，那假的。他逃生门就只会一个吗？八块。还有东西，太黑了吧？这还有个球。哈？从哪里来的？大门。大门在哪里？忘了。OK。走太深了，走太深了。有三，五。还骂人吗？太深了吧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超大的哎、欸，而且是二楼。这太小了。哇，老圈圈。太大的，我觉得城市都有一个硬核冲过来耶。没路。这边，这边，大门那边。你身上有机器人，往里还远。我机器人。
哎呦，狗狗！哎呦，狗狗！穿回来就正常了，我再穿回来就正常了。他真是好机器人。都谁？努伯吗？应该是努伯吧，因为我看门前那个尸体是有机器人。那个是 Terry， 变成 Terry。努伯是被咬死的。谢谢追随。所以门关起来是不是？我门没打开。门是关的吗？感谢追水，可以讲话了。我自己进来看是开的。是啊，看到你被咬死，我就把门关起来了。知道嘿，为什么？这个猫蛮好。这个猫。怎么了？没了。
开锁了。拿个钥匙把它带进去。接个电话。喂。好像没有路可以出去，早点。好。对对对。啊？那是要传你吗？不然的话，那个医院很抱歉。进来后应该是第一个路灯右转，石头路进来。有，但应该都绑起来了，晚上都会绑起来。没有人敢，没有开大门附近。你二弄进来右边。啊，那你等我一下哦。你说我直接把 Terry 敲死，不行啊，会扣钱的，会扣经验的。现在没有很严重哎。我屁事啊！情况下，狗一只狗在我脸上，我电一下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？合理吗？小鼠猫。我的
想办法垫住他，不要让他眼花乱。垫不住哦。我还想说你要，我在想，等这点了。我请他，大家慢慢填掉你。感谢纠团。像我刚刚整场只能这样子，操！有什么本事？太快了吧！你又要玩了是不是？完蛋！受伤了。怎么又皮死了？然后爹眼睁睁看着狗跑到船里面。他开门吗？狗开门。那我也重开啊。好。啊！我要关台了，今天到十二点而已。嘟嘟。我们要交给鹿哥，交给阿鹿。可以买就讲。那地图是没有尽头，是不是？可能有吧，就讲。要跑，结果没看到。看到镜头了，开始全台，还是我差点丢给我自己啊！还是再一场好了，再一场我就休息。我怎么都不会遇到这种 bug 啊？我都不会遇到这种 bug。对，我知道他的机制长怎样了。哦。哎，番茄，你知道？不是这个E，这是真的E，一二三的E，再一场，好吧？还要买东西吗？有买那个队长。最近进来的外送员都跟我讲了一句话：狗有锁吗？没，进来的都怕狗。也是啦，因为被狗追赶真的是有点恐惧哎、欸，也不是有点恐惧啦，因为我们家对面的狗就是会追车啊。
对，就是那只狗会追车，然后。环境呢？环境死掉了。怎么抑制？是过财务吗？怎么抑制？怎么抑制？对，然后他说那只狗会咬人吗？我说，会不会咬我不确定啦，但是会追车是真的啦。吃吃安安。没办法，那个狗叫叫很凶，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养。他说，所以这狗不是你们养的？我说不是啊，对面店家养的。不是哦，讲完就死了。我按到动作了，按到动作，结果卡住动不了，被绑走了。卡住了，重开。这边橘色的是乌龟。哎呦，僵尸乌龟。没有，我也没卡住。哦。那个。努伯已离开飞船，努伯29来到飞船。你更新不能加入，你更新一下。好，打哈欠了。啊，那么大声哦！难道是刚刚是肚子叫的声音吗？该吃东西了。我觉得好的，我也是。不早睡了。没有，嗯，因为要吃卤味。过分过分，我的呢？你好意思说我的呢，小胖？我的呢？然后看动画，卤味太香了吧，小帽安安，你关台了吗？关了，辛苦了。没录，好，没录，好喝。录。
错了，是两把。去开电房吗？对面在施工欸，有没有？对面在施工。别按太多次喇叭的声音，会有几率爆掉、爆炸死掉、哦。真的假的？请问那爆炸是范围伤害吗？是的话，我要在人家旁边按。好玩吗？哎，感谢达萨的揪团，等我一下哦。达萨打字。哎，我上来干嘛？冲他？干嘛？繁星，干嘛？救主安安，谁是救主？我是你的救世主吗？没呀、啊，没到那么伟大吧？乱说话，没有到救主吧？果然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小胖摔死了。嗯，那、啊、怎么回来的不是小胖尸体？我遭遇了小光头跟小女孩。喵，给我喵起来，喵！我还有我的钥匙，别锁了，我来看。好，好像不用拔了。不用拔了吗？哎、欸，小王回来了，原来是繁星。哎、欸，是我。先进去看看吧。有，他在开门口。不是啊，小女孩。哦，小女孩、欸。哇。他的巨人，没有小女孩在我面前，我不行了，第二次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行。啊啊！刚刚门口是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没有东西。那怎么显示说什么？有东西还在活动？应该是小女孩吧。船外有巨人。还有狗是不是？
忘记喵了，怎么办喵？很紧张哦你。站起来，喵！身上了吗？我发现 Terry 刚才都死了死了，然后小小勇士也是他。嗯啊，我死了死了，然后冲死。捡不起来，捡不了东西。吐啊！哇，小胖，小胖，小胖 bug。我要重开，我要重开，重开。转头来，转头来。不要，我把你当作丢垃圾，丢水沟喵。没有被很远的枪塔打，没有听到声音。没嘻嘻，那很夸张嘞。那个是有点夸张，我在那个装潢上看，哦，还是突然就死，才见，完全看不出来怎么死。那个枪塔甚至不在我中，应该甚至不在我中控画面，因为他，我画面上啊几乎都把它关掉了。对，太扯了吧？那打死就闻那个枪塔很远。那看来这游戏是越来越难玩了。真的，确实。干他那边真的超级多台了，我应该一口气把他关了六台还七台。难怪，难怪我之前都活不了，原来是这游戏在搞。那样子就他被狙死，真的是不亏。所以其实，现在枪它有两种版本，一种是机关枪，一种是狙击枪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太危险了吧！这游戏越来越危险了。直接一个 AWP 谁受得了？跟你讲，下一次他说不定就是捡到那个打完空卧龙合成那个金色的火箭头，等一下就是一发飞弹过来了。冲三小，自己小心呐、啊。那我就要直接用 RPG 哦。看到狗我就直接开炮，受不了。不行啊，那个东西太 OP， 远程杀狗太夸张了。管，好不好？我那火箭头连那个。巨人都杀了死，然后巨人是无敌的，可恶！巨人弹簧头音乐盒，我记得都有手写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为什么帕鲁没狙击枪啊？可以开始啊！出发了，都不是有人重开吗？进来啦，啊、小胖进来啦！喵！哎呦，喵！
感谢 Young Ting 的追随，感谢感谢。刚说我在叫我的时候在，超卡。什么意思？刚刚什么意思？最讨厌在跳。为什么会走火？什么意思？不是阿路太胖压到了枪的那个吗？太过分了吧！怎么可以说人家胖？咦，我的大门！我按错了，对不起，按错了。没事，我直接来个逆传。哎，不给传，泪奔，小猫出来吃宵夜了，小猫。我有卤味，你也可以有啊。喵，不知道那个喵应该是结束了啦，可是一直没有讲话，觉得就很对不起他们，对。前面前面这边这边那个方向，哎，这边，嗯，约哦，太可爱了吧！是约和本人呢、欸。去睡了，番茄晚安，喵。猫，你有考虑过猫的感受吗？嗯。超舒服的，好吧。啊？那个坏掉了 ，bug， 应该有人捡走。猫咪被你性骚扰，你还好意思这样讲？哎呦，是他老妈哎、欸，他不能不提。哈哈哈。这么多饲料跟怪怪。确实。家的猫也来迎接我，然后我就摸它肚子，然后就咬我。你摸痛人家了，你才是性骚扰吧？吵啊吵啊！你摸肚子怎么会是性骚扰？
看门啊。不好好哎，现在在那边洗猫，你有考虑过猫的感受？我看他一边。哇！转了，开转了，开转了。可以传我，我迷路了。那不是你记得传回去吗？啊，我好像不能传，对不对？鬼屁呀！对耶，难怪，什么都来了。看他从我前面跑过去，哇，还讲话，哈哈，被关在外面。玩降跳，降跳很完蛋的，我跟你说。天哪！差一点。有人乱跳舞害到我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已经在头上长了两个屁股的那个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叫你开门，也有可能。然后开门，狗就进来了。白痴哦！然后你不开，外面就死一票啊！没有，开还是会死，一定会死一票，因为有人在上面跳舞。开了肯定进来，怎么可能开？可是他，我看那个狗好像不是引过来的，但我不想活啊。请问头上有两个屁股的是谁？有右边第一个被狗，是因为他走的时候有声音，他第一过去的。有声音，我不知道是谁。而且这个关门的，那个关门的，我们就已经广播有狗了，他回来还直接跟我讲话。对啊，真的是，我想说哇，这么赶哦，还讲话哎、欸。小胖，我也没有人，我都那么开船，还有人，然后还在一个被咬死的，真的好过分哦！你就看撕掉一块接着一块掉下来，先到了，然后还在那边有叫。
因为我下来的时候它没有叫，对吧？它一定是被某种声音吸引过去的，那有八趴的几率。啊、你应该是踩到那个。没有没有，我一开始先跳下来的时候它没有叫，但是你跳上船，你爬的梯子的声音就叫过来。我下来的时候它开始没有叫，后面马上就叫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因为我是跟着走。可是那时候我跟田鱼都没讲话。对，我们都没讲话，也没动。你碰到梯子那康的那一声，他就冲过来。可能是我的聘有问题吧。我不了。特别。我受不了了。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，刚刚白星问说，他是不能传，对，大门口进来抢他，谢谢。哇哦！感谢大叔的救团，等我一下呢。你找小胖吗？啊？谁找小胖？哦，找我吗？出来了，蜘蛛啊！蜘蛛蜘蛛蜘蛛，蜘蛛蜘蛛，叫你开门！等一下，那蜘蛛好像叫你开门。
我有钥匙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台风头已经转了，那个。有把气死。回人就有人死了。
就是猫真的好像有点危险。嗯。走吧，走吧。鸭子放在身上了。你怎么输啦？摔输，摔输了。我走错边了，然后我出船一往右走，就掉下去了。太厉害了！旁边就是雪崖，你看。尴尬了，老玩家不可以这样子。直接先跳过。他说解完的是什么？哎，怎么没有声音？怎么讲？好嘛。满了。跳舞的那个怪，啊！被咬了！被咬了！被报应了！快跑！开了，开了！今天那个玩火的没有上去。只能跟你说再见。人家胖，他说油。嗯，这个枪不知道有没有子弹？没有，哎，应该都。枪，那我枪会被直的、啊，什么意思？有一点 bug。我开枪喽！看看谁会死。我就是因为摔死，我的听力受损了。耳膜掉出来，耳石掉出来。安全保险是关的。Hello， 还要买东西吗？我捡一下。不要。哎呦！调超大声才听到一点。好慢，我受不了了。要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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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各位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不行啊！我刚刚没看到了。看到了吗？什么？难道我去外面？晚安。晚安。拜。晚安。
早安。那杰斯不是要跳这个吗？啊？我不要问。你说跳到晚了、哦？跳到晚。这么狠？不是跳这个吗？不是，是团体舞的。这么男团的吗？看大家这么男团就对了。嘿。偷啥钱了、啊？开心啦！超胖路。那个排版可以哦。真假？是我蛋糕才胖。啊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三个蛋糕极限了吧？不太多了吧？要去、欸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超过三个。什么蛋糕？啊、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就不要知道好了。就是你现在抖三千就有一个阿鲁手分掉蛋糕。抖三千，抖三千就有一个阿鲁手做蛋糕，香的，这么香的吗？超级香。你现在阿鲁在厕所做的蛋糕。我也在想是不是厕所那一个哎、欸。对啊。不是。三千就可以加入让阿鲁手断掉联盟了。有阿鲁腰已经不好，这现在连手都要残废了。看来要准备要去领那个了。三个极限，对，现在有几个？三个。两个，一个是 notice 还不算，所以是一个。小胖啊，还是这边有人在座的各位要贡献一下。对啊，就是。哎，结束。结束，睡觉。晚安。晚安。抽奖。哎，好啦，要赶快关台了。本来要到十二点啦，是真的啦。我是真的十二点要关啦。哎，感谢大叔纠团，感谢大傻纠团。我刚想说要。揪过去，然后他好像要关了。我去看动森吧。我这次会记得按下关闭串流的。好啦，我要开去动漫了。奈布晚安，米莎卡晚安，赤小金晚安，黄宏源晚安。啊谁 ？Young， 你那不是 Kate 吧？是吗？0820晚安，宰小猫晚安，小猫晚安，小胖晚安。我等一下要去赔罪了。哎、欸，大鱼晚安，小雪晚安。那启动咯，大家拜拜。卤味呢？卤味就算了吧，动漫比较重要。这次晚安。倒数啊，三。哦，哎，你可以直接叫你歪女，真的假的？歪女晚安，我会叫歪女啊。歪女不都是什么 N 男、歪女、S 男还是什么的？那个不是称呼吗？拜拜。